一月中古老爷，灭灭。我介绍，我是潮州派来的，专门来到这个所在，要来帮亲情。啊，这阵我的生意礼品，你得来收落来啊！好，我来。你潮州出来讲起嘞？是啦是啦，啊，不少爷这嘛已经大汉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专工叫我来这做一个媒人，要来讲媒呀。哦，真好真好，这件代志。我是来盼望真久咯。小等嘞，是嘞，一定啊，可是这个来啊，这将表彰的，叫着文子，喂喂，你名声我探听一千二处，在外面派出来调度伊，看看个啊。好，你这人个呀哈，你头一摆伫迄个庙外，我撞到你，我就感觉你讲话真无礼貌，到底啊，你有啥物要安尼哦，公然侮辱人哈？你唔通听乌白讲咧，阮拜哥算起来，一表人才，文质彬彬，是一个书生。